大家好，我是素颜主播萱萱，每天晚上7点到10点，27582走一走。那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，一个人躲在空荡包厢里面，手机让他休息一夜，难像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时间，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，蜡烛点了寂寞亮了，生日快乐泪也融了，我要谢谢你给的，你拿走的一切，还爱你带一点恨，还要时间才能平衡，热恋伤痕幻灭重生，祝我生日